兰陵王去哪了？哦，是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兰陵王先往后面排一排。为什么有个人他在学我讲话打弹幕呀？七法两技下怎么不玩了？哎，不想下棋啊，最近啊，刚好兰陵王被搬了，我们就正儿八经的选一首打野杨戬。不野，我野，我打野。上厕所等我。走起，我们先做一暗影战斧，然后直接做一首血魔之怒，看好不好用。学二技能打野快，操作模式改一改。来吧，现在虎粮还不能抽奖是吗？是的，虎粮能抽奖了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就改了，好吧？就是因为不能虎粮抽奖了，所以我那个有那个要抽奖的时候，我都是抽1688的，好吧？我觉得我玩杨戬有个坏习惯呢，就是我二技能过后，就我一技能捅过去，我喜欢普通攻击再接二技能，其实很不好。你直接过去就接二技能就行了，不需要你那么复杂的操作。一技能捅过去接二技能，你不要接普攻再二技能，我习惯性的卡普攻，这个习惯很不好。对吧，直接一技能过去，然后直接接二技能。我之前就是喜欢接这个，接普攻接二技能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啊。至于是什么问题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就是那样不对，就一技能过去马上二技能就完事儿了，一技能飞的过程中就按二技能，好吧。把这个野怪给抢了，哎，这里好像，哎，他单挑赢了，把打野刀给做一下，下路继续杀这个，喜欢压，看看这一波怎么打，他二技能已经交了。别打我！
抢劫一技能，我的老哥！哎呦，他那个一技能我躲不掉了啊！不是，我好像一技能捅到他屁股后面，所以哦没机会，那个位置卡住了。我看了一下，我刚才看了一下回放，没机会，因为他的一技能是捅到别人背后的。血手，嗯，搞一波。我们这个出血手的好处是你满血过去嘛，你抽自己一口血量，对不对？你抽自己一口血量，他你血线不就比别人低了吗？你二技能就一定是眩晕别人的，懂我意思吧？这个逻辑上，这个逻辑是讲得通的吧？明白我意思吧？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杨戬的二技能是什么意思吧？你杨戬的二技能代表你血低，你血比别人少的话，血比别人少的话，他那个就是眩晕嘛。你血比别人多的话，就是那个，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抢了。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非常完美，给了个大招。嗯，他是晕我一下，我好像是没办法杀了，动到了，打那一个，进草呀，哥哥，为什么不进草？抢了个暴君没抢到。他们家应该有野怪啊，我看看那个蓝 buff 在不在。有没有搞错？哇，这两波真的超级伤哎！这完全尬住了呀！我这突进进去根本就不能做输出，还是好好打钱吧。现在我站不住呀，我是不是出这个装备出错了？被我逮到机会了吧？那是当然，必须漂亮。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。哎，还是习惯不好啊！这个习惯怎么憋不过来呢？一技能过去直接二技能啊，是怎么想那么多呢？等一下，我的血魔之怒，一技能过去直接二技能，好吧？好，二技能空了。滴答答滴滴答答，往我这边走，小老弟。人间黎明，Killing Spree。Double Kill。我的血手什么时候才好？回波血。暴君被抢了。为了那个没……哎，还行还行，这一波一技能飞过去的，不，哎，怎么又尬住了吗？跳了个大，被冻到了，这个兄弟太难受了。哎呀，飞过去的时候给，哎，飞过去的时候给二技能，
眩晕、大招、血手、炫的炫个了个鬼，我这。先推塔，回血，回血，再回，怎么一波了呀？哎，我这血魔之怒还没用开心，怎么就……啊，这就赢了，我醉了。这也太逗了吧！我怎么感觉我自己什么都还没做两波事情，怎么直接……感受了一下，好像这个血魔之怒还是有点用的呀。下一把。好，谢谢这个神仙。